注意看这个疯子，现在要开始干大事了。首先，他把这个魔血移到他的这个，对对对，就是这里物品栏这边。然后他把暂停，他把那个催化剂点的暴击了。哦，他想要干大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就直接点下去，干这个人其实就是我了。我们想要变成拿出一条世界第一魔血，有没有？然后就点下去，烤窑啊，原本是上能力值，结果。哪里？结果出了这个能力趴跟这个坚定，原本是涂了是催化剂，是这个能力值催化剂，然后他想要变成世界第一的魔血，然后我他就不是我，就他就去涂了暴击，他就想要张那两条暴击十罪出来，然后就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涂属性，因为原本是涂属性。然后把属性涂掉，然后改成暴击。不过想一想，4%跟6%涂的属性也会变，也只会变成4%跟7%而已，所以就是差那1%啦，对吧？结果论来看是差1%啦。他如果不小心张到那个暴击十罪的话，那就差了有点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赌注还可以，我感觉还可以，好不好？给观众参考一下。对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想要世界第一魔血，然后变成很低能的这个样子啊，对吧？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